这个乔壮，乔壮的意思。好，已经到了夏天，还没了。还没。春天。这两个，压一压。再一次起行。这样。再见见。哎呀，都进来了，都进来。长光，长光，哦，买衣服，比较高级的买衣服，便宜的没有。这个是鞋子，鞋子，买新鞋的时候鞋盒会放那个。这个呢，已经磨好了，靠背子，靠背子，你靠背子，大家知道吗？靠背子再一次洗洗。这个方法重要的呢两种，一个呢，用旧毛，越浓越好，当的。一番印的时候，不清楚，越浓越好。好，还有呢，这个位置决定以后，最后再一次印面涂黑，这个
不够的时候，不清楚。这样，大胆地涂黑，然后按一下，通过的这样。可是刚才的呢，通过的一样子清楚，这个不那么清楚。所以呢，刚才买衣服的，外面包的鸡比较好。这样按一下。这个清楚不清楚，不那么清楚。可是这个呢，不清楚。可是里面的样子看见这个好，然后别的鸡这个按一下，压一下。知道知道，这个问题，这个，比较清楚，这样，好，这个方法的呢，装不好的时候，大家，先用到的一条线。十字路口，两百文九文，好。我用到的特点啊，刚才说明了，很快，还有呢，刻的深，好。那样的情况看一下，我交流。台湾的吉万科技啊，日本的吉万科技啊，大陆的吉万科技啊，我看一下别人刻字的样子。可是，我自己刻的呢最快。好，好，那么先白文，白文，这个七笔的地方这样。这个刀子一交进入里面，七笔的三角形，这个呢下面拉一下，这个一面刻好了，转印，这个再一次这样。手臂的样子不好，修一修。这个好，没有力的话，一个一边刻，还有留下的一边刻，中间留下的地方很多，那么刻的浅，没有力。好，再一次，这个开始的地方，这样。十字路口白文的时候啊，通过没问题。好，这样。好，那么九文七笔的这样三角形，这个他说在台湾买，
过光的。这个一边好了。现在走刀，走刀，走刀，走刀的时候，这个发现的，这样的，听到走刀的时候出现的，声音，听到了吧？嗯。这个声音啊，刀声。刀声，听到刀声最好。十字路口十元的时候啊，这个通过这样。再一次，这样。十元的时候，这样的七笔、寿笔、七笔、寿笔。现在黑色的地方，这样。那么刚才转印的拼一个字可好了。昂一个字比较负责。
都听到了。然后第一名。那差不多。好，现在两个字差不多。那个外国的那面这样的。书打开讲讲坐西边的可以，可以进行了，可以两个，可以两个，现在可以一开始从高雄到台北就开车。还有这样，还有打，自然地破起来，破起来的感觉。中越破起来。好，这样要多时间？七分半。七分。七分半。半哦。这个。希望课的课比较少，
开始。这样。轻轻说完，好。那么第二次。第三次，很厉害。这样的已经干了啊，可惜这个浮起来的啊，有问题，有问题。哦，这个呢，半透明，变化。好，那么再一次问题。那么刚才里面按一下背景决定涂胶水，翻过来不够的地方补水，这样。然后这个按一下，两次。好，这个拷贝这个动作，台湾怎么叫？揉揉揉哦。第一次比较。拉的时候啊，这样拉，从下面拉呢，ダメダメですね。ダメだよ。这个一起扶起来。第二次，还留下的水分。第三次。已经完全干，这样。然后呢，刚才的踏包现在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。轻轻地打的时候，这样。这个最好。现在表演的方法啊，吸顶一下，这样。
印的侧面的外面弄脏的，所以呢按一下，这个按一下，这个按一下，吸顶下专门这样的工作的人啊，这个一面这样的，一分钟三十秒就过。好，这样，那么拖两手压着拉着杆。都下面平，这样，那么再一次打印，这样打印下面彩带没有的话这样，可是下面彩带的黑色的踏片有的呢，红色的黑色的呢，两色，双赢，很好。好，那么时间5:07，所以呢，最后一个人一个人。